乐季十三名比基尼辣妹热舞，随音乐摆动，炒热气氛。来自各国的辣妹飙舞技侧翻，劈腿，用腰摆臀卖力跳，现场乐迷大饱眼福，台下跟着嗨，最后用呼声决定冠军。And you're gonna scream real loud for your favorite, and that favorite. 比基尼大赛让垦丁音乐季掀起高潮，而前一晚还有 special。红遍全球的日本抽桌金大叔不露点超高技术，他可是去年六月在英国达人秀亮相过的红人，首度来台献给垦丁音乐季，接连两天有桌金大叔和比基尼辣妹连番上阵，为音乐季增添不少话题，也让游客玩疯了。三立新闻庄广明、赖碧香，屏东报道。